不可化之事，爱好那个太侪无事，圣人也是无事的。所以咱来看一下圣人的眼光，所有的百姓、天下所有众生，拢是平等的，拢无分别的。所以天下的每一个众生，伊拢要去度，每一个众生拢是有主人，拢是有主人哦。所以讲这是咱要好学习的吼。讲到天地来，像讲到素食吼，譬如素食之策也，如一月之大灵。素食啊，吼素食，哎，即摆来，愈讲，咱就体会愈有啊吼。天地即摆来讲到素食的变化，素食吼，策也就是交替运行啊，交替吼，春夏秋冬啊，对吧？素食就是春夏秋冬。啊，春天，人讲春耕夏种秋收冬藏。哦，春天交夏天啊，代表着生机。啊，秋天交冬天嘞，代表着要收成啊，吼，要收成。啊，所以讲素食吼，安尼交错运行啊，吼，对，我刚刚讲哇，这个四时的变化吼，显得天地爱有春夏秋冬。那然后想要这问题吼，是安怎爱有春夏秋冬四时的变化？季节呢？春夏秋冬，咱介意倒一个季节？咱较介意倒一个季节？哦，有话讲春天，话讲秋天，啊嘛，热到人介意热天的，啊到人介意冬天的，应该是拢有人吼，每一个季节都有人较介意的，但是吼，那总括来看，敢那春天交秋天较侪人爱，是安那？袂伤寒，袂伤热，拄拄好，吼、哦、较舒适嘛吼。啊，热天吼好，热天是热到吼咱足艰苦的，无冷气吼，像咱即摆吼，迄热到，尤其是迄雨要来不来？要落雨，搁唔落雨，迄个时阵吼，反正真正足艰苦，迄叫做湿湿热。咱人吼，常常坐伫遐，啥物代志都歹做哦。要寒伊话要滴，啊，规身骨规工拢凉滋滋，足艰苦。啊，冬天呢，吼，有人足惊冬天，足惊寒吼，寒到闭门咯。咱了一个道理吼，足惊寒哦。啊，真正吼，啊袂寒哦。爱着抱小朋友，伊寒到吼，咱遐个甲寒，咱明明着穿一件薄薄的长衫尔吼，但是伊个小朋友伊穿四件，搁下围巾，咱遐个拢敢有遮寒？啊，所以讲足惊寒的人啊吼，啊小可寒着挡袂住吼，规人足艰苦的啦。啊，所以讲吼，热天也艰苦，啊，寒天也艰苦。啊，咱讲啊，咧天气是安怎吼，要有舒适。啊无，你也不去了，拢全部拢春天就好啊。啊，是全部拢秋天就好，你大家不拢足好个嘛？是啊，咱就一定爱有春嘛，秋冬。唔知咱到想过这个问题啊？然后季节嘞，我有一天，上帝落来人间，顺顺看看嘞，足久无落来啊，落来看看嘞，啊看看嘞，看到迄田吼吼。真欢喜，因为看到迄田内底迄麦啊吼，大家拢生到有够饱，吼麦穗吼足饱吼足顶到的，讲你就是丰收的吼，所以看嘛拢袂歹，人间吼天气了袂歹。爱想讲吼，我足久无落来吼，应该大家拢袂记我生做啥物款，应该无人会认得我。一年前农夫吼，看到紧走，兄弟啊，吼、哦、我等你有够久啊呢。上帝想讲奇怪，你哪会知我是上帝？哦，啊，这农夫就来上帝讲嘛，上帝你敢知吼？五十年来哦，我逐天在咧祈祷，讲我会当拄着你，逐天拢祈祷上帝你紧来。啊，上帝就讲，啊，你是祈祷我来是要创啥？去五十天，逐天拢祈祷。啊，农夫就甲讲啊，哇！记得你来啊吼，我来讲吼，要甲你讲啦。我无你卖吼，吼我咧落去风雨啦。你慢慢，雨日头遮尔啊咸啦。吼你卖有遮个虫啦，卖有遮个鸟啊啦。安尼我的这白啊吼，生了搁较好。啊，
上帝就甲讲啊，讲但是呢，我创造这个世界，就是一定爱有大日头，就是一定爱有风雨，就是一定爱有这些鸟啊，这些虫。因为呢，我所创造这个世界，就是不能如人所愿的世界。好，我创造是不能如人所愿的世界。大家讲解一首。每当如人所愿的这个世界，我创造的，你创造是什么世界啊？啊，这老母就甲跪下来，拜托上帝，上帝啊，主你的上帝啊，我甲你拜托，我甲你祈求啦。你看我一当人，每年拜托你每年这当内底吼，拜托我大日头，拜托我风雨，拜有这个虫，拜有这个鸟啊，一当就好啊。别人的田地我不管啦，就是我的田地一当内底，啥都卖有啦。侬嘛卖有地，人卖有房屋哦，拢无哦，互我空调、雨顺哦。上帝吼，看伊遮尔辛苦吼，好啦。如你所愿，吼，照你的愿望，给两人，给两人。哦，真正诶，空调、雨顺哦，日头也未伤光，吼，啊风也未伤大，无狂风，无有拢无哦，嘛无鸟啊，嘛拢无虫。好，所以讲这农户伊只白啊，吼，长得不够大长的啊，而且呢吼，量比别人更加侪，比一平常时结婚还飞出来。啊，开始结穗吼，我哦，长得八穗啊吼，有够欢喜。我看我今年绝对是丰收。到了收成的时阵，哇，奇怪，我看明明这长得就饱满的啊，啥呐？每粒内底拢无籽。麦仔内底拢无籽啦，啊，咱麦仔是要食啥？食内底的籽啦，吼，食咱米同款啦，吼，迄稻仔着穗内底，呾爱内底哩个米嘛，啊，麦仔嘛是同款啦。结果，遐只八穗，结果内底拢无半粒籽，伊就讲，我靠，着紧去找上帝，去找着一个上帝啊，谁呾卡安尼？明明着风调雨顺，谁呾我麦仔拢无结籽？上帝就甲讲啊，因为麦仔伊个过程，就是爱有风雨，吼爱有日头晒，爱有风雨来甲伊摧残，爱有遮个虫、遮个鸟来甲毒，安尼呢才会当唤醒着麦仔内底内在的灵魂，唤醒伊内在的灵魂，才会结气啊。你若无遮个物件，离开着遮个狂风暴雨，离开遮个日头，安尼晒遮个病虫害来来，是不是？离开遮个物件，你个白呀，伊个灵魂、伊个心，伊个白个心。咱人人生嘛是同款，人生你若无经过遮种种个考验，咱无法度唤醒我们内在的灵魂。故事我讲遮，对真个。是安那天地爱有四时的运作，咱家当体会。这四时的运作，其实嘛是咧，互咱一种的考验嘛吼。若无经过这四时的测验，无这先机，无这杀机，咱人未成长，咱内在的灵魂嘛都会家己幻生。所以爱透过遮，所以讲这四时吼，其实是叫足多彩多姿的。是要让咱的生命当愈丰富、愈精彩。吼，咱袂使因为讲吼，我较爱成绩，然后我一直成绩就好，我无爱迄个迄歹的，迄无可能嘛吼。咱大家拢爱真好的，才有迄歹的。但是人生就是袂当遮尔啊如意，吼，袂当事事拢照咱的意思。所以讲人生吼，爱有遮考验，咱才会成长嘛。所以要经过历练，好、哦，爱有历练，咱才会成熟。咱若要成熟，必爱经过磨练。像咱的饲囝同款啦吼，咱的囡仔，咱甲看，如果讲咱希望咱的囡仔有成熟，咱的囡仔较成熟，较捌代谢，咱敢是爱一寡代志来考验。你若互伊行风顺哦，这囡仔永远拢会比妈宝。那咱身体叫妈宝，叫妈妈。好，上面就是妈妈来处理，叫妈。
麻烦，而且我爱妈妈来吃猪肉也很麻烦。因为咱无想过顺啊，你都无互恁的囡仔去动头壳，你都无互家己去想、去思考、去做过，你单单来直接做好好，这囡仔哪有可能会成熟？同款的道理啊，上天要为着要互咱成熟，一定爱有考验互咱。考验无来，咱要哪看出咱哪有成熟？咱要哪会当成熟？哦，考验是有要互咱成熟，有要互咱成长。所以素习之策略，哦，互天地，互苦，万物成长哦。乐，心，心到尾一定明白。啊，袂了解还是可以修，一个循环，感觉咱人也是感觉咱在循环嘛，人想讲哦，我即摆吼，足好诶，一帆风顺，安尼爱咱烦恼啊，爱紧张啊，因为顺到尾啊，就是爱紧个，结果来啊，好到尾啊，绝对是歹诶，啊，歹到一半个来就是好诶，这是一种诶循环，所以呢，咱爱平常心。不管是纯净还是洁净，爱非常心地来对待，这是对我们的一种历练。来，如今观其代变，代变交替照明，然后一时太阳出来，暗时太阳落山化为年出来，是不是？两个交替嘛，你两个袂做伙出来吼，日头落山了就换月亮，啊月亮落去了再换日头出来。好，那叫做一观其代变。啊，这里跟咱讲啥？哦，这样就把家己的心结啦，吼，不会离境开的吼。光明不断啦，吼，都无断的呢。日头落山到暗时的时候是暗暝风，来天的天就足边的吼，然后咱人出来后啊，当天吼，咱月亮出来跟咱照，无月亮嘛有天气。咱伫个暗时准备一片的哦，做微光来照明吼、哦。所以一观其代变吼，就是讲光明不断。啊，这嘛是来讲我们要传承有趣啊。咱袂使吼，这光明断的，这根袂使吼一断吼，不可以在我们的身上让它断的。原来就叫你讲走损个体吼。都顺啊吼，咱每一个人拢有这积极，爱家己传承下去，吼，爱家己一贯的精神，吼，爱家己传承落去。日头落山，咱来主动起来，吼，自动补上来吼，让它能够圆满啊。啊，所以讲这里讲啥呢？讲吼，爱有宽容的功夫，爱扶圆补缺。因为你要让这个光无断，但是吼光吼，伊当然是出侪种种的原因来，吼伊的光渐渐变暗，变是只叫花去。所以讲，咱每一个人，咱有这个阶级看到不足的时阵，爱去家补不足，那叫做补完补款。来进行当时嘛吼，吼然后做个功夫，看到对个袂使啊，咱听下就感觉讲吼，咱道场内底吼，出侪前辈正吼，咱不要看到就讲。足侪前辈遮都是默默付出的，咱遐在遐看吼，在一个班里内底吼，咱要开一个班，一定有足侪单位拢爱补充啦吼。按这个班会可能是热情单位来服务，像咱今仔日个班吼，就由咱任何来服务。啊，咱任何单位咧，就派足侪个服务人才啊吼，爱每一个所在拢爱有人才来服务。但是呢，是毋是每一个？所在吼，可能吼，迄人才人数有限啦吼，有所在可能他看袂到的，照顾袂到的吼，啊，不少所在，咱另外就做侪人吼，看到诶，比如讲今仔日是人和服务，但是咱诶下课啊是啥物时阵看到，倒一个所在吼，头壳有粪扫有垃圾吼，咱就看到一寡前辈就主动无扫就起来就来扫了，但是伊个前辈就毋是咱服务单位的。啊，就做着看到迄钱就足主动诶，啊，看到底单无好势吼，啊，主动来，拢也毋免人派，我就主动来用。看到迄外口诶地水地球方法，咱就看到有一个就开始倒步，你知影？
拖把，拖把，好拖把片，开始开始活搭，都就主动在做些工课，啊这，所以咱嘛是讲吼，咱家己吼，啊不是刚出，啊不是新材吼，刚刚都无法度会当做的所在，无咱会当学习，无咱会当付出的其实足济，足济咱都会当去做，足济咱都会当是。哦，不是讲爱徛起才做工事，才是咧承担责任，不是。不是讲排着咱服务，咱才是咧来服务，咱才是咧来做工，才是咧来了完，不是。啊，随时都会当做，啊，坐伫台下咧上课，啊，随时还都会当做了完的工。是看咱这心到有提升，吼，看咱这精神到有提升之，所以讲咱爱学习运用，看得不久，咱就主动来改，OK。所以讲，咱道理内底，咱爱人才，上好的人才，祖孙有讲过吼，人才是啥？人才是能文、能武、能刚、能柔，哦，连文武刚柔都爱会晓呢。哦，这种真是一个一个好的人才啦。所以讲，一个人才，要做较优秀的人才，吼，咱要是讲刚刚受了，之前咧听咱在位讲。咱这，咱顶下说哦，到当初我咧讲过，人才上介好的人才是做咱两配合配合。咱来到顶面咱个交代，咱就讲是，咱会晓配合，咱会晓学习了无？咱办袂起来就好办，只要每一个人才拢会当配合，哎，咱做着就好办。所以讲，咱其他拢慢慢讲吼，咱要做一个人才，咱一定爱好好去学。啊，咱其他嘛有这个目标吼，要学习啦。所以讲，咱其他就感觉讲，咱其他就含慢的哦，也袂晓度人，就含慢度人的啦。哎，我就家己讲哦，我紧的就含慢度人，那你不要紧，我做我样子吼，难度以外吼，咱就来讲三分。咱会晓讲三分，咱就来讲三分，啊，别来。三宝讲好足好听，啊！三宝讲好，迄叫人听到足欢喜的，想要来入班。啊，讲安尼我当做这，我就想甲三宝讲好好。袂晓做人啊，至少咱讲三宝爱甲讲好好嘛。所以咱太厉害了，甲咱讲讲讲，咱迄种的所在不就难呢？咱就做咱会当做，啊，咱把咱会当做的代志，咱做好完完，甲做好好。啊，咱厉害嘛，刚刚讲，啊，咱就纯粹小可会晓讲嘛吼，啊，所以呢，就只要讲。咱咧在会议室有排座哦，咱后面人吼，哎，来来做一下，但是有啥物课吼，来学习吼，啊，咱若放网络，小组都嘛，我来上起来，来起来吼，哎，咱排座咱就来起，啊，有时吼，即摆家己做艰苦诶，我之前即摆讲，哎呀，我想要来做这课，好啊，自找麻烦啊，我今天在做艰苦过，哦，咱即摆讲吼，有时吼，哎，一个礼拜吼，就咧做这课吼，一个礼拜就。这是在课嘛，后来才起来吼。今天是礼拜四，今天主题是在课。啊，偏偏咱迄个时阵吼，咱其他就咱大家一排拢无甲看遐课程吼，啊，你到位就甲看过，啊，甲看过也是过啊，也是过啊。啊，咱咱甲接起来，咱甲承担落来，咱这课程、这班上会当圆满，咱其他拢感觉讲，咱家己承担，啊，今仔家己来承这个小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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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久的，咱就主动去参加报告秀啊，吼，有啊，有啊。哪个来？万物平庸，以不相害。哦，在现代内底啦，吼，所有的万物，拢会当做伙成长哦，并育有一种同时，同时在这个地球内底成长，诶，互相去相害。咱来看咱地球内底万物好侪，有够侪呢。这万物不只是动物的，包括着植物的，吼，包括着遐个山川，
河流，这拢省的满温的。啊，现在满温，我发现在地球内底并育而不相害，每一个满温都照着伊家己的轨迹，照着伊的方式在生存，互相之间拢袂去妨碍。啊，来看一下满温，来看看，来给他进行。咱准备着迄个，要讲环保的课题，啊，咱着去看一款环保的影片吼。我是讲，真正地球孕育这万物，用几千万、几亿亿哦吼，用几亿冬的时间哦，去孕育这万物，几亿年的时间哦，孕育这万物吼，咱的地球这样尔水，啊，咱人类。咱人类出现的时间偌久？无偌久呢。地球是几亿年哦，但是自从咱人类出现了后，在这几万年的时间内底，在这几万年的时间内底，甲在这地球几亿年的孕育，你予咱人类来破坏呢？所以甲看，所有的万物拢袂互相去伤害。只有咱人，哦，只有咱人会去做这伤害的代志。哦，咱有阿看嘛，有时阵啊足惨的。咱拢讲咱是万物之灵，咱拢自称为我们是万物之灵的，咱是所有的万物内底上界有灵性的，拢家己讲咱上高的。但是咱所做的代志，偏偏咱是破坏着这一个地球的生物。哎，我就上课了。真正是看到迄吼，真正感觉讲咱人类吼愧对为万物之灵的这称号啊。哦，所以讲，咱袂使去侵害啊，吼，袂使去做这种代志啊，吼。咱道在道的运作之下，吼，每一个万物都有伊生长的一个环境，每一个万物拢有，拢有。不管那个看就奥妙的吼，迄万物内底吼，奇奇怪怪万物拢有，啥物看着拢有吼，有足侪吼咱看袂到的吼，就是咱即摆科技足发达，一寡咱无见过，但是咱嘛看会到的吼，咱看有时咱也通看到迄足奇怪的生物，尤其是看迄个海底深海内底，看到迄生物，咱感觉足不可思议的啦吼，好透明啊，真的是能行。啊，这到底是咧算动物，还是咧算人？看到拢足神奇的了，对。但是咱甲看遮尔啊奇妙的物件嘛，有法度有伊生存环境。不管啥物物件，拢有伊下伊生存的一个环境啊。吼、哦、啊，咱人吼爱看到这吼爱，咱袂使因为咱老，哦，袂使因为咱较厉害，咱就去破坏。咱着去欺负其他较弱的，哦，这是无应该啊吼，因为每一个生物拢有伊生长的一个权利，啊，咱袂使剥夺他的权利啊吼。所以天地就是啥，就是不以虎狼不忍而不生，不以蛇毁之毒而不长。天地一是大家安那，讲我无以为吼，伊是好的是种。后条龙，咱个人看到就惊啊吼，因为足凶暴的嘛吼。你无因为伊不仅吼，我着无互伊生呢，同款啊。后龙有伊生长的一个环境嘛吼，啊我嘛无因为这蛇吼有毒，我着爱互伊生长。啊无嘞，蛇足毒的吼，也是会当变做伊这个地球内底生长嘛吼。我无因为你歹，我嘛无因为你毒。我着压制你成长的机会，无一视同仁，迄就是天地之别，天地之别吼，一视同仁。啊，所以讲啊，咱人啊，我们只是小小的一个人呀，吼，那有啥物？那有啥物宽的吼？那有啥物宽的去？去咧对谈啦吼。所以讲，咱学习，咱袂使有分别，吼，咱袂使看袂起任何人。咱讲哈。我较简单，我咱同种就好啊吼。咱人袂使看袂起任何的人，不管这人是啥物款的身份地位，不管伊是啥物国家的人，吼、哦，
不论肤色，不论国籍，不论身份，不论地位，那都爱一视同仁。这是咱爱读书的一个所在吼，会使有分别对待啦。那平行不相悖的吼，德其实德是未分的吼，德是同款的吼，是并行的。那这里讲啥呢？其实讲到吼，其实每一个宗教，每一个宗教吼，五教是同源的，源头都是同款的，五教同源，一个五。没有违背哦，那嘛想讲吼，那一贯的那安尼，咱就看嘞，今天佛教的吼，那个白天遐基督教的，哎，有呢，其实宗教吼是因为因个环境，因个文化无同款，因环境遐个种族无同款，有无同款的教育的方式，但是因个宗旨、因个源头是同款的，拢同款的。这个五教同源，所以德是变形而不相悖。啊，一悖拢是咱人去家分出来，那是因为咱人的分别心，而讲吼，去开始去批评一些宗教，伊是宗教拢是好的，圣人五教圣人所创立的这个宗教拢是好的，会有分别，会有对开始咱人的心，吼是咱真心不净。那三心在佛在对他，阿罗德本身是变形，而不相悖。最后，消灭川流，带变敦化。消灭或者细汉的德性哦，啊，细汉的德性，就开本讲吼，那是独生之心呐，受咱个皮吼，咱才能消灭。那消灭来就后面川流，川流就是。那个河流嘛吼，啊，细条的河啦吼，一条一条，啊，不过迄足侪，一个所在咱甲看一个地区啦吼，是伊咱台湾，咱台湾的河川够侪，嗯，大大细细足侪条的啦吼，迄个河川啦吼，啊，咱小点的河就隔壁家河川同款啦吼，滋润着边啊附近的，所以讲咱家己啊吼，咱家己若收了好，咱家己若收了好，咱影响。影响到什么啦？咱会影响到咱厝内底个啦。有只要咱接近个人会受到咱个影响，就好比只川流共款，只细条河川流过个所在，伊边仔遐个人是毋是拢受益？那有只河川个水流受益，有法度去耕种，有法度去特产吼，啊或者滋润啦吼。所以只要只川流流过个所在，都有当受益。所以独善其身，咱消极，咱也把咱家己做好，修好。那安尼受咱所影响的，听咱遮个人就受咱的影响，这叫做消极传流。那咱若做咱搁较好，代志吼，互咱的利息搁较大，代志会当做咱敦化，敦化啦吼，就敦厚化，迄就搁较大啊，啊这范围就搁较大啊。以咱道理来讲吼，哎，咱一个人才吼，咱家己较影响咱家，咱是个。啊，咱若发现点翻书，伊个即是影响是规个单位，吼、哦，咱八单位，吼、哦，而且八单位点翻书，伊所做个影响是规个单位。啊，咱个真人，咱真人个即是个影响是咱规个几何性的，吼、哦，你咱看迄叠愈大，影响个范围就愈大，吼、哦，就叫代叠转化。那性质咱做咱代叠。啊，因为咱无够吼，咱会当甲消极下手下功夫，消极到尾啊呢，积少成多嘛。啊，你前头前咱嘛有时间有可能去当代理的啦吼。所以讲嘛，会当不管是小还是大，咱会当感觉不管是小还是大，伊拢有一个点，吼、哦，都是德性的显露啦，吼、哦，拢是这些。啊、哦，所以讲吼，咱。哦，哎，永远目标就定足大，我一定要做到偌乖，就是那是无可能吼，所以我们要由近着手，由近呢，应该有法度做的是做，啊慢慢，你来哩吼，愈来愈大。啊，所以讲，讲到这，最后一句，祝天地之所以为大呀，天地之所以这么大，这么伟大，这么宏大的原因，就是咱头前拄只咧所讲的只比如，遐尔济比如，就是咧讲着天地的大。那
我天地的大，其实伊是要来引荐着咱空浮主的礼拜。咱了解，伊讲到遮，其实是要甲咱空浮主的德性交天地德性合一。天地遮尔大，代表着空浮主伊的德性是遮尔大，因为伊所含的就是天地。好好天地，好好圣灵，所以在圣灵，咱的空浮主就是叫天地是同款的并列的。啊，所以讲大，咱是得一归大。咱人啊，得着一就是大啊。所以讲空浮主伊的归大，空浮主有一人吼，伊就甲主讲，吼叫主讲来吼，甲主讲讲事啊。伊有为得他一己。脾气真有啊！吼，你感觉讲吼，我遮尔啊厉害，是因为我记足侪、学足侪吗？啊，主公同我讲是啊，敢毋是？敢毋是啊？讲有阵我毋是，我是一意关系，吼，得一意关系。我毋是学足侪，遮遮厉害，我是一，吼，我得着即个一，而且我是贯穿的，用一切一去贯穿。所以讲，我所讲的内底都无离开即个一。这个一，所以周顺尧舜，尧舜讲的这个一，变将文武也是讲这个一，拢无离开这个一，所以因为孔武是有这个一，所以伊才会万万才才了伟大，这个一伟大，所以大离开就这个一，那一呢，离开啥？回宫欢笑，爱套会回宫欢笑，欢舒，是咱在替咱整理讲，爱有惊，互咱笑。回宫欢笑就靠边，咱咧借镜同款，要行借来一千里车，咱倒搭瑕疵，倒搭无好，倒搭有缺点，借来一千里车。啊，就是爱借新车，咱才有法度去家己去，卖家己去补垃圾，家己去就是。是爱透过回宫欢笑来当娱乐，好啊，来个啦，咱好法度吼，是实在在当玩玩啦。所以讲，这是咱提下吼，对这段诶。体会，最后呢，咱就以这个内容吼做一个总结。咱今仔是找足久的，要找台语找无？找无台语，符合咱庙口的主题，还是不得已不得已吼，是因为国语歌较侪啦。啊，这条歌的内容，甲咱今仔要讲的内容足近足远。因为咱今仔要讲的是讲做事，咱要延续，咱要率性人之志，吼，善建人之志，善率人之事，吼，咱要建设，咱要率的拢是圣人的，即个志向，圣人所留的即个精神，是咱要学习，咱要甲传承落去的。所以讲，这是一贯的精华。那这一贯，咱就是叫做金线，吼，金线，这条金线爱追随风调。所以讲，咱把这古文啊吼，来甲伊读一遍好啊。吼，咱大家做伙来甲这内容来念过，因为歌词吼非常的浅白，啊，所以咱甲伊大家做伙甲伊读过，咱好一点仔印象，咱其他就无得做解说吼。好，来做伙来哦。前人种树，前人种树后乘凉，前后并肩共伴梦一场。真理能为你打开心灵窗，每段过程经历之后，自增长，不经一番寒彻骨风霜，焉得梅花能扑鼻香？期望天下众生登行，恢复心善良，苦心却好，良缘接纳，不再心倔强。天生我才必有人懂欣赏，真情流露无疑展现微笑的脸庞，心平气和静静冥想自己的愿望，盼你能够生而无憾，突破己设防，只要积德行善，福禄寿享，事来则应，事去则静，莫恐慌紧张，修道的路上，人亦前讲，三思行，明方向，点燃了己心光，
众志成城，团结是力量。道志忠实落实在日常。佛堂是个很温馨的地方，一点点光，希望无限像太阳，能把众生的心都照亮。追随金线，一起破不放。咱这会来听这些歌。